各位关心教育的家长，还有所有受表扬的我们的模范同学们，大家早安，大家好，谢谢杨总。虽然今天天空不太作美，但是能够遇雨则发，这就象征着我们所有参与这个社会的家长好朋友，在这个新的一年绝对是发发发，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掌声。我想在这边也要恭喜所有受表扬的模范同学们，你们可以说都是学校班级的一个楷模，那这个可以说是聪明伶俐，而且学习非常的这个强哦。那在这边特别要谢谢校长及所有老师们对于孩子们无私无我的付出，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这么的优秀。就来博一下，把校长及老师再次的谢谢一下。那在这边，我三个好来跟同学分享，第一个要有好品格，好，这个非常重要，孝顺父母，尊重师长，以及让你周遭的所有的朋友要用善的一面来让你周遭所有的朋友感染他们，让我们正能量能够持续不断的向上。第二个要有好的健康，健康是所有的一切，所以务必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那透过这样你可以遇到问题能够呢抵抗压力，才能够让你呢突破自我，再创佳绩。那第三个好，你要有好创意，那让你呢能够多元学习，让你能够翻转你的思想，让你能够跟得上我们的时代。我想这三个好来跟同学一起来分享。那我想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家长老师们对于教育的一个用心。对着电脑收看娱乐频道，配着可乐薯条，偶尔还会傻笑，这种生活糟糕，聚会居然迟到，整个人都疯掉，丢掉最佳称号。有没有一种能创造幸福的符号，只要带上就好，幸福就会来到，这样我的青春就不会再跑掉，那我就会收好，就为他创造城堡，每天都让爱把你
幸运符号，你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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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符号。Yeah.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想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